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好高兴呢再次同大家面一起分享我对武术的认知。咁喺我哋嘅武术里面呢，我哋嘅拳法呢有长手亦都有短手。今日要为大家介绍呢就是一个短手嘅动作，呢个呢就是我哋嘅十字炮锤啦。咁大家呢先睇片先。大家刚才看过我们这个十字炮锤一些示范的动作，我们要照顾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其实包括我们的节手，还有我们刚才我们是两个节手里面都是连环，是有一个进攻和防守动作是同时出现的。或者我再请了我们的教练跟大家再示范一次。好了，当对方一个横拳进攻的时候，同一时间呢我一个插锤打落下面，对方再上两时呢上步就一个抛锤呢是向对方的下颚呢是进攻的。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今天的视频。下个礼拜呢亦都是会有一个新的招式是跟大家分享的。这个招式就叫拍爪弹腿。希望大家呢下个礼拜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。